应该这样说，你现在有些其实没有受到影响。嫁错了，他会觉得嫁错，起码有答案。我们要讲的是最后的结果。现在我们的记者是讲的，就是骗人，搞一堆想象女人物，对不对？我虽然喝了酒，脑袋也清楚。可以。老板娘亚伦出事，李亚明扛替儿挡刀，李玉玺尴尬回，表达关心就够了。我虽然失去了一个歌手，但是我得到了一个人。这个场合感觉好像要嫁女儿一样。今年6月，李玉玺才签约给炎亚纶，没想到炎批就因为赶上 Me Too 风波出事啦。真的没有做任何强迫意愿的事情。今天李亚明、李玉玺父子俩一起出席酒山活动，不免被问到儿子公司的问题，还因为喝醉的关系，整个呛到无极限，还请儿子充当酒醋小姐。要不要喝一杯？你爱喝啊？现在有镜头，回去剪掉就好了。耶，什么？之前是嫁女儿，那会导演女儿离婚吗？不会吧？他决定，对这件事就是。对啊，他决定了再说。每一个事情他都在选择我，我在决定就不是我扮演的角色，没错吧？这位先生，你现在你的事情你爸我帮你决定，你也不是他那一套啊。我爸那一套。哈哈事情发生之后，他有跟你们聊过，希望把伤害减到最低。相信以他认识的他，他一定是不希望影响到什么。这件事我觉得也不需要他一定要，我觉得就是表达关心我，那他也是鼓励那我就想说，他真的有就想要找人聊聊干嘛的，相信他会说到这边。但他在那个营业中里面的镜头都被剪了，就是被剪了很多镜头，然后网友也蛮不那你要去问制作单位，又不是他剪的。那你会考虑不良奖励？没错吧？你要专业一点，没问题。其实这个事情，他选择晴空鸟，他已经决定相信了。不然干嘛签？晴空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走在路上就有鸟飞过去，我就会摔倒。